呢只系 Minase 嘅 Divido， 系我见过以嚟最复杂嘅大壳设计。英文 polyhedron 系多面体嘅意思，用呢个字去形容呢只 Minase 嘅 Divido 系非常恰当。标链带嘅设计亦都系我见过最复杂嘅系统之一，叫做 MORE Minase Original Rebuilding Equation。嗰种 pass 同 pass 互相交搭嘅哲学，好似传统工艺入榫咁啊！标盘嘅做法亦都系另一个标学，表面有唔同 facet。折射不同光线之余，它本身亦都是一个立体的多面体。标带、标面、标壳亦都贯彻同一个立体哲学 polyhedron。